在艺能课方面这样的一个表演或是展现，
所以刚好有这样的一些条件，特别是汉民酒店哦，在103年开始，刚经理有特别提到，其实我们陆续有跟他们做一个合作。在此啊，真的要感谢汉民酒店哦。其实我们偏向学童、孩童，我觉得他们缺乏就是一个舞台。那今天这次来，还有就是之前好几次一个成功的经验啊，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看到他敬业的一面。那除了老师的用心指导以外，也要感谢我们的家长啊，特别是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我们的家长委员会的会长啊，特别来见证这一刻。那我们有一些小朋友的家长，阿公阿嬷，还有妈妈，还有他们的弟弟，还有就是未就学的。各位同学也来哦，也都来支持这一派。希望就是说，今天的一个展演啊，各位可以看到是没有这么华丽的画面，但是就是纯粹就是从鹤岗社区哦在地的民俗来呈现。包括你们大眼所看到的一些摄影的照片，也都是我们师生照片，在4月30号又即将。呈现100多幅的作品啊，在东海岸文教基金会做一个扩大的一个展出，这个部分也得到教育处的一个赞同，也支持我们学校能够继续朝这样的一个特色也好做一个发展，也希望今天的整个活动能够成功圆满顺利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
青旅，然后旁边有些贵宾，在用餐的时候，其实也听到这么美妙，我们两个会吃的很多嘛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们不在乎成本嘛，大家尽量吃哦。所以刚刚小朋友有一个愿望。